尊敬的 3M 会员及各位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一名普通会员，我的名字叫静，我是15年4月12号加入的咱们 3M。3M 在加入 3M 的时候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诚信，有诚信。有爱心，一直引导着我，同时给我带来了财富，在我，在没参加 3M 之前，我也做过很多理财项目，但是它代替了，互联网的，理财，代替了 PRP，代替了，一些基金和股。股票都比他们，我觉得在我印象中，风风雨雨从10月份走到现在，我感觉还是咱们 3M 比较有诚信，能实现我的愿望，能给我带来财富，能实现我，把 3M 弘扬发扬光大的一个，奋斗目标。现在我也有了一个，一个不小的团队，我也感谢我的领导人，感谢他把我带到 3M 生活当中，让我学到了更多知识，学到了 3M 的前世今生和，马弗罗迪先生的精髓，还有改变，世界金融的一个理念，我正向这个，目标迈进。一步一步的靠近，我以后会带领我的团队，更好的去，帮助，需要帮助的人，更好的去完成我想完成的心愿。我还要，利用 3M 的这个，这个，热浪，去周游，我想去的一些国家，想去的一些地方，还有没去过的地方，实现我的愿望。咱们 3M，我想一定会战胜一切，包括基金、股票，包括 PRP，包括网上理财，肯定是在最基础上的佼佼者，领先，它属于领头羊，领先。互联网，我要把 3M 的精髓发扬光大，这是我的愿望，这也是我一步一步想这个目标实现的，正在靠近，正在努力的去帮助更多的人，谢谢大家。